在这一边呢，diagram 九是一个 pyramid，然后它下面是一个 rectangular base。它说 P 是 vertically above Q，所以它是在这边垂直上来的。然后过后呢，它要你找出那个 PST，PST 是这个 PST，还有那个 PQR，PQR 这两片之间所形成的角度。So，我自己本身看得到，它的角度是在这一边，所以是 TPQ，所以它的答案是 ATPQ。然后，如果你想象不到这一个是怎样的东西的时候呢，你就心里想，我的这一个，我把它的加多一片东西出来，你就心里想啊，我在这一边，我有一个 PQR，它的 PQR 原本是在这一边的，这样的。一个直角三角形来的，这边一个垂直的，然后在这边的时候呢，我随便再加多一个 m 在这边，所以你想象有一个 m 在这边，它是一个长方形这样，然后过后呢，其实这一个也是一个90度的存在，同样的在这一边呢，我的这一个什么，我的这一边的这一片，这一片的这一个，我的 s。TP，STP 它是这样的，SPTS，PTS 它其实是这样的，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，这个其实有一个90度的存在，这边有一个90度的存在，所以其实在这边它也是有一个90度的存在。假设这边它有一个 n 的存在啦，OK，但是我们不要管那个 n 的存在，n 是没有在这边，它可能是在类似这一边，你想象在 m 没有，它应该是在 m 这边。它也是跟 m 在那边一起，所以它在这一边的时候，如果它是这一边两个平面的话，这样它是两个这样的一个平面的话，这一边这样，你想象一下，它在这一边，它其实是有两个这样的一种平面，然后这样连接过来，然后这个是我这一边的，然后这个也是这样，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，哎，这样如果我是这样的一个平面的话，它的角度就是在这一边了吗？OK，所以这样它是这一个角度咯，就是这样啊。